天上有一条看不见的路，走着走着还能拿华丽宝箱，位置在地图的这个传送点，传送下来后用蜂巢飞上去，往前飞一点会落在一个看不见的平台上，然后跟着我的路线走走就能拿华丽宝箱了。视频有点长，大家请耐心观看。这个平台有点窄，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，我也是走了好几遍才记住的路线。这里右转，再左转，往前走就会出现华丽宝箱了。抖音。